继续来关注最美女教师张丽丽救治的情况。五月八号晚上8:38，部分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四中学借教室上课的第19中学学生结束晚课后从校门走出，正在此时一辆客车失控撞向学生，危急之下教师张丽丽将学生推向一旁，自己却被卷在车轮下，身受重伤，双腿高位截肢。放学时车失控，千钧一发救学生，这一刻推开学生，让车轮重重的碾过。张丽丽女英雄，最美女教师讴歌，伤势重救治举全国之力，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感动，伴你度过每一个春夏秋冬。危机时不犹豫，双腿截肢苦与痛，救学生最美老师值得去学习和憧憬。我祈祷我祝福，早日回到学生中，冷和热点点滴滴在心头，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感动，伴你度过每一个春夏秋冬。爱学生，学生活泼在眼前，祝平安，平安不会太遥远，祝康健，康健吹翻期待明天，让我们追从在灿烂的季节。康健吹翻期待明天，让我们追从在灿烂的季节。放学时车失控，千钧一发救学生，这一刻推开学生，让车轮重重的碾过。张丽丽女英雄，最美女教师讴歌，愿心中留着感动，伴你度过每个春夏秋冬。